台湾福斯汽车邀集全台车主一起于台中力宝国际赛车道驰骋，点燃驾驭 GTI 的竞速快感。成功报名赛道试驾体验的车主皆可驾驶台湾福斯汽车提供的 Polo GTI。也欢迎 Polo GTI、Golf GTI 或 Golf R 车主自驾爱车来挑战。现场将由拥有 FIA 认证的专业教练进行赛道课程，讲解赛道基本知识和赛车中的喜好，包含弯道特色和驾驶技巧，并且设置各项关卡让车主体验不同的驾驶技巧。共计 1.5 小时的深度赛道体验，可让车主尽情享受最完整的 GTI 操控与优越性能。不止大朋友可享受驾控乐趣，小朋友更可参加福斯旋风小车手为活动揭开序幕。凡参加的小朋友可获得儿童品牌帽和赛事奖杯，前三名更可获得原厂模型车。号召大朋友与小朋友一同释放热血 DNA。 此外，现场将打造赛道场外俱乐部，地区设置电视转播赛道现况以及互动派对，让未上场的车主一起身临其境，投入加油声浪，感受紧张兴奋的赛车氛围。除了精彩可期的赛事节目，活动也为福斯人规划多种生活品味课程和讲座。透过质感手作课程，体验专属福斯人的生活美学，而受到热烈欢迎的 Volkswagen 小小技师体验营，不仅可让小朋友穿着专属技师服装，更能了解基本车辆概念，体验动手维修车辆的乐趣。另邀请各类型街头艺人带来全天候的唱跳表演和丰富的互动活动，令大小朋友可尽情享受美食和充实的活动内容，度过专属福斯人的盛夏周末。由于赛道体验名额有限，即日起至7月1日、3日只已完成 My Volkswagen APP 车辆绑定之 Volkswagen 全车系车主可透过线上报名。台湾福斯汽车将在7月2日、4日抽签，并且于报名网页公布此次中选者名单，敬邀所有会员车主把握时间报名参与此次盛会。本活动仅限 My Volkswagen APP 会员车主报名，报名前请确定您已下载 My Volkswagen APP， 并且完成绑定车辆及资料注册成为会员。若您尚未完成此程序，请至台湾福斯汽车官网参考安装指南完成会员注册，更多详情请洽2020 Volkswagen Brand Festival 福斯汽车品牌嘉年华活动官网。台湾福斯汽车保留活动内容修正权利，详细内容与更新细节请参照官方网站。